建设台湾偏洋金门妈祖，这我是常常爱讲的。AP 亚东新人证监国会社长郑金雪产品代言，就是常常爱讲，伫台北市树林区翠山好土地嘞。当时是部分低种住宅区，在柯文哲市长任内时阵变更为保护区。最近阮才发现讲有差别待遇，就一一来看，这个依法行政还是未依法行政，这是真精彩啦！人民大家拢没有差别待遇，无大细目。按大细目的时阵，就会发生弊病，咱会继续来追踪。